这次冒泡赛很有意义，我希望这一次中国冒泡赛引进先生。他就没有去过世界赛了，所以我希望能够进去世界赛。我们休息蛮长时间来准备这次资格赛，我们也会全力以赴的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展示自己的机会，毕竟能去 S 赛。上次是输给他们的，这次一定会复仇他们。我想证明自己，东京假如李宁做李宁的成绩比去年好，就要相信自己，我们一定要进决赛。我是个机会，那就是最的刀，最先倒地了，小龙王也跑不掉。东京配合这个他的 LG 打这个灵欢舞。这一年来我们大家都辛苦了，接下来两场比赛我们加把劲儿。你们正常玩，接下来交给我，我来开始。你们一定要进决赛，所以你们放假吧，明年再来。他想多了吧，该放假的是他。我们既然上个 B 五赢下你们了，这次也一样的赢。做梦，我会打爆他们。在一会儿通过这个推完线之后去越上涌，下路一级打得很凶，西贝尔进化直接解掉，追着 A Light 这个位置被套了虚弱，交闪现，西贝尔还在 A、有个治疗打不过了 呀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 PP God 这边一级应该也要被打一套，但是死应该死不了。露露这里强呀，一级有那个被动太猛了。对呀、就相当于两个人在 A 你、他伤害其实不比 AD 伤害低，而且大部分情况下猫是没有下车 A 的，你看。猫这边 A 了一下，露露一直在 A 啊，而且露露是艾黎加那个红色方的三个技战兵加两个远程兵，等于三个英雄左右的伤害在 A 这个西维尔。Light 选手能够继续比赛，是的，我们也要给 Light 选手鼓鼓掌。哦，他这三级过来，但蓝 buff 是卡哥保住以后，他这也是打一套。没想到，我觉得中路又来给压力了，点燃直接给，就是要打你闪现，你不教猪妹准备要。大步闪了，比较要死了，强行逼了个闪，下半区又打起来，露露变羊给到，但露露这个时候血线不是特别好，西维尔这边盾没有打到东西，但没关系，追着 A 通过弹射已经可以把露露 A 残了，是还差两下，这闪现平 A 杀不掉，上路这边也动手，阿乐直接E过来挂被动，电晕再补一个 QA 单杀了，瑞奇，我的天，他这个出门还是带萃取。对，那确实这压力也太大了，现在挖的已经不止矿了，连你的人头都提了，可以挖着挖着挖了个钻石是吧，金色传说直接爆了，这阵容选的就太适合 LG， 哎，又来了，升六了， Rich 又没了呀，好像杀了又跟赛伤害够了，没了没了，够了够了，哇，坏了，这但是我觉得得分情况，就这把这种情况我也说不了话，因为我也死了嘛，因为我也算我下路也被线杀了。这波其实是纳尔想把线强行处理进去，但是他看到你大兵用六了，升六级，怎么知道你没闪现就跟闪吧？为了天狼已经伤害补足，追着平 A， 艾里也补了一下伤害，没什么说法了。劣势有点大，真的劣势有点大。现在只能看对面给不给机会了，还要看卡萨第一个大闹天宫能不能搬一点东西回来。下路有说法，保险装先给第一个闪，闪现追，但角度不是很好，没定到，所以最后一下没定到，是进攻闪过去的，最后换掉了，换掉了，但是可能要被换西维尔，猫咪应该能走，应该死不掉，对，猫咪应该能走，是七级打六级，上来强行开，鳄鱼这边有火啊，先来了，这个位置交闪现过来一个大空了，但还是杀露露也到了，而且这边对面一丝血还没死，还差一下被 A 死了，瑞士这边要变大了，感觉 LNG 也没办法继续去做一个给纳尔拿个头还行吧，本来这把纳尔要玩不了游戏了，瑞士这波开心，
开心。就玻璃哥闪现完以后，魔点中章最后一下没有角度了，这个魔点中章就差一点点。对，没定到，就定到直接杀了。但这个回旋之刃还是很精准啊、哦！是的，两段极限距离全部刮到来回，但还是亏，真的还是亏。啊、AD 换辅助怎么换怎么亏。龙、哎、石回来，大招刚应该是快要扛塔了，哇、哎，站出来了 Rich。什么意思？这边蠢蠢欲动要打了，这波绿芒没闪的，魔眼中章先定住了，看这个位置，感觉看一下人头给谁。这不着急，中期是打回来一些，这劣势全打回来了呀，这上下两开花，一牙，直接拍，再接 W。啊就把线都清空了，对，直接扛防御塔，哇，这个 Q 也中了，闪现 A， 闪现重置一下，甚至现在有优化版本，就是先买一个那个大魔抗，这波感觉要来叫先锋了，走过来想开，再开露露，露露还是没闪的，但这个位置跑快快往后拉，猪妹在边上冻住接一个大双破冰，最后被泽利拿到这个人头，而且猪妹大也减速到了 Fotic， 不过还有猫咪给奶了一下，让 Fotic 成功拉开这个冰冻的区域，先锋直接给了。可能教练上台前说：“哎，这边要动一下 Rookie 了。”哎呀 ，Rookie 没闪的这个位置走不掉，走不掉。最后是让野辅卡一下对方回来守中线的位置、哎，对吧？不过好像有点想接哦，因为这个时候阿乐已经到了。卡一下，卡一下，哎，卡一下，想推中塔，但毕竟中塔的血量还不错 ，Fortic 卡在这个口子这边毒硬币，不过没关系，顶回来了。瑞驰也通过大大把对方驱赶，偷来的朱妹大直接打出了 Light 的一个闪现，他这把是没有携带进化的，而朱妹反身正印大招打出了 Fortic 的进化，对于脆皮的一个伤害还是很恐怖。而且鳄鱼这英雄，哎 ，Q 啊，没有进化，盾刚才已经打破了。闪现变压了。呼唤一个猫爬架过来，开大、哎、强行点塔，点掉之后还触发超限爆闪 ，Q 闪过来 ，Rich 马上变大，永动领域打出来 ，Rich 也只能叫一个闪现，因为他看到侧翼爆炸过来的阿乐。现在就看这个抓边线能不能奏效吧，主要我感觉抓鳄鱼哎来了机会、啊、这波直接抓很有机会，独一米交闪现，这个位置队友也来了，但是有点扛不住，露露一个大招救活了，再给一个治疗， LNG 要反打，塔弹在往上粘，永动领域冻住了一个 Rookie， Rookie 这边是有闪现的，往后拉扯，鳄鱼已经慢慢回到了四分之一左右的血量，一块石头没有减速到，这边一个大招直推，只推到一个凯南，超前爆闪开出来，凯南反身火浆弹加一个有大招来了，直接点晕了 Fortic 交一个进化，在后面 Rookie 就解决了，猴子继续打一棒子，阿乐差一点血量，露露两个盾把他给顶起来了，而且这边猴子也倒了，擦脸花火直接过前粘住一个 皮皮卡的赶紧上 AD 身点点果子、哦，还好有一个果子，火龙地形救了这条命啊，这个中塔的血量未免过于健康了，但他们想要回去包这两个打龙的人，包得住吗？这三个人 Rookie 往前不敢撸上去啊，反而鳄鱼反身把脸破了，大招给一开破败，直接打出 Rookie 的一个秒表，秒表结束之后往前开火。开猪妹吗？但猪妹这个位置回身一个大，直接大出了一个甲，哎，一个真猴，猴子这边交出直接把猴往后拉扯。Rich 刚刚变小 ，Rich 直播是变不大的，而猴子卡哥打出一个闪交闪，那 Light 直接一过来跟卡哥这边进来，只大到了一段就直接被秒掉了。Rookie 拉到了，但是 Rookie 能够操作吗？他被 Light 直接治疗拉开，完成了反杀。这边凯南万雷天单点一个 Rich， Rich 这边被单点之后也被拿到人头，那零换三之后可能大龙也要没有了。了我们真的挺开心看到这种情况，哎，要来动 Light 了，哎，刚说完完了要受到影响了。露露过来闪现给个大，一千块。他这个闪的位置是不是？他这波影响还有点小，大的点在于，就是这个啊，一用过了，一用过了，他一过来，他就闪过来给露露给大。他那个位置闪就绝对是为了靠露露。主要这个赏金给猴子其实还挺难受的，因为猴子接下来打团是最难。对，但 V 五位置是被压的比较难受。哦，阿乐好绕，这位置完全没视野。阿乐这位置非常好。鳄鱼往北边破，偷了是猪妹的大招，哎，这位置要逮到了，直接过来，鳄鱼闪现下来瞬间融化，那这样没有了 AD， 两边的伤害是差很多的，正面塔的想切塔的生长好像不会死，交了一个闪现，粉碎打击伤害不够，猪妹靠着凯旋回了一口血，而且这个时候猴子过来再一个粉碎打击，猪妹明显在卖的，他是有 AD 的治疗，老朱真是一次不死，老朱一次，老朱真是一次不死。虽然超神应该超不了，这波看似是打龙速度有点太快了，六千血再不来没了，来不及了，感觉已经打掉了。上半局过来，这个防御塔像纸糊的一样，鳄鱼直接溢上来被打一套，这么扛西贝尔还是有点扛不住的。我得中章来了，鳄鱼被定住，露露给一个大，还好猪妹大招帮鳄鱼解了，哎，被弹死了，被挂死了。而且 Rich 怒气非常好，但是跳的这个位置有点追不上人。但你别说，又守住一波，正面还要追吗？西贝尔的加速，加速，可以波一飞弹减速一下绿毛，感觉还是有点难追。绿毛已经交过闪了，看一下绿毛这边应该是卖自己了啊，知道自己死定了。绿区过来，大招拍一下，远方想让真刃想刮没刮死，那绿区就把这个人头给收
一下，黄冠过来抓了。还想留，还想留，要被留了。阿乐，阿乐这个位置伤害很高，但是面对对方四个人，那排运营只能垫得到一个人。哇，又给机会，风力可拿到了人头，而且又是一个下当。凯南一定在后方，但四大物也必接，不用想，四大物也要接。看看四大物团战有没有机会。Light 是有一个闪现加大招的，这个时候 Rich 的怒气已经被打消耗完了，现在是一个小纳尔，龙已经下到了半血，那他进城接了吗 ？QR 上来，大招被挡了，而且侧面一个变羊先把 Rich 变掉，但是这个时候 Light 大招交掉了，左边是想拉扯的超前。爆闪的想追 Rich， 小娜儿跳了一下，直接跳走了。朝鲜爆闪结束了，没有大招的赖特要怎么打团？但他们还想再拖到阿乐复活吗？二十秒能拖住吗？卡萨过去直接开，有块表，但开的效果不是特别好。偷来的朝鲜爆闪炸了一下，火箭中枪放的很好。对面打了一个秒表之后，被变羊了 Rookie， 但对面居然活得下来吗？拉到赖特了，赖特这个位置有纯铠甲，伤害非常高，但是西维尔伤害也很高。两边 AD 对面输出情况下，西维尔闪现火枪，这个时候赖特还在拉扯，但是没有朝鲜爆闪的泽利。有时候断了一条腿啊，他要被追死了吧，感觉还能秀反杀两个，这边阿乐也来了，阿乐踢过来了，这波把 Light 保住了，哇，两个人感觉可以直接拆下，感觉不用去看后面的人了。是的，这个远古龙先不用管，一个 AD 打远古龙也打非常久，先破一路，这波必须得回来，不回来被一波了。是的，防御塔血量本来就不健康，这一波顶住了压力，主要他没大呀，凯南直接给大，封这个被电出第一条命，刚买的走没了，走不掉了，这个位置起来就倒，哇哇，那有可能一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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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凯南直接扛，沙漠兵线进来 ，Light never give up，LNG， 哇 ，LNG 的守护神 ，crazy， 真的 crazy。我们恭喜 LNG 拿到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哦。